哪里有战友，哪里就有文艺轻骑兵的身影。哪里有部队，哪里就有卫兵服务的舞台。多支文艺轻骑队深入基层部队，走进演训一线，鼓舞官兵士气，激发战斗豪情。敬请收看军营大舞台系列节目《前进吧，轻骑兵》。军营大舞台，你来我也来。军营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军营大舞台特别推出的系列节目《前进吧，轻骑兵》。我是主持人李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梦。在西藏的龙子县有一个玉麦乡，这里呢是我国人口最少、人均面积最大的乡。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藏族同胞桑杰曲巴和两个女儿卓嘎央宗一家三口父女两代接力戍边几十年，感人的事迹为人们所传颂。同时，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也激励了更多的人们，像格桑花一样扎根雪域边陲，成为幸福家园的建设者，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这是父亲桑杰曲巴经常对女儿们说的一句话。这句朴实的话语也成为全民国防最为生动的诠释。那今天就让我们和文艺轻骑队一起走进西藏的玉麦乡，一起来认识一下平凡的戍边人，一起来感受今天玉麦的变化。玉麦乡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龙子县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在上个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只有卓嘎央宗姐妹和父亲桑杰曲巴一户人家，被称作三人乡。他们在父亲的影响和带领下，秉持着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的信念，几十年如一日守护着祖国的领土。2017年，卓嘎央宗姐妹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家乡的发展变化。10月28日，他们收到了习总书记的回信。回信中，习总书记肯定了他们父女两代人守边固边、忠诚奉献的精神。201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卓嘎央宗姐妹“时代楷模”称号，称赞他们是爱国守边最美格桑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军营大舞台文艺轻骑队经过了2天的行程，从北京来到了西藏，来到了山南军分区。现在我们要向着玉麦进发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向右转，起步走。我们文艺轻骑队呢，现在正行驶在海拔4780米的高原上。那么这几天呢，我们小分队已经翻越了3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高山，大家呢都很疲惫，但是我们精神抖擞，我们唱起来好不好？好。阿桑老师，能把您的墨镜摘下来吗？我眼睛有点肿。那么这两天呢，因为我们一直在海拔很高的地方呢穿梭啊、演出啊，那阿桑老师的眼睛已经充血了，都肿了。他怕在镜头上不好看，是不是？谢谢。再是的嘞。再是的嘞，大家。黄宝胜呢是舞蹈演员啊。在高原跳舞感觉怎么样？在高原跳舞其实特别辛苦啊。然后我甚至觉得，在高原如果还爱舞蹈的演员，舞蹈演员才是真正爱舞蹈的演员。大家好，我们是军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我是白马错母，我是一袭梅朵。四人桑珠，我们这最活跃的小伙子。虽然这次呢，一路上会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的艰辛，内心想到要给战友们送去最动听的歌声，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王家豆，大家好，我是西藏军区的歌手家豆。
我们这一路上翻越了很多座5000多海拔的高山，但是我们想到我们是为边防的战友去送去歌声、舞蹈，带去欢乐和幸福，所以说我们感觉我们是幸福的，多苦多累多难我们都不叫苦。上我老三，干起来！前面怎么了？有人拦车了。对。好像前面又发生情况了，是吧？我下去看一下去。塌方了吗？我们下去看一下。看一下。什么情况？前面又塌了方。清的过程当中还在发生垮方了嘛？山体上面还在不断的往下面掉石块。现在还要从上面往下掉石块？对对对，然后上面机械不够，咱们又从下面掉机械上来。观众朋友们，现在呢，我们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到了这一段路的第一个塌方点。那么这个塌方点呢？据前面的安检人员说呢，还相对小一点，但在我们看来呢，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我们的车是没有办法往前走的，看，大石头从上面滚下来的。哎呀，我们的队员们都很焦急啊。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听到了发动机的轰鸣声，也终于盼来了大型清障车。像这种塌方的情况，在我们施工过程当中很常见。昨天晚上就抢修，今天咱们又调了机械上来进行抢修。你接没事，因为你的任务很重，你的任务很重。喂，你好。再过2个小时，咱们的路就可以通了，好吧？刚刚这个电话是乡里面的领导打过来的，比较关心咱们那个的抢通情况。那位管理人员就是一直守在工地，一晚上没睡觉。对对对，这一段就是我负责的我们片区嘛，这个地方是经常性的不太稳定，所以我们经常这样过来清。昨天中午都上来了，奋战了20多个小时，终于抢通了。经过1个多小时的清理，终于将塌方的路段打通了。告别了抢修道路的工人师傅，车队快速通过塌方路段，向着玉麦乡的方向进发。西藏的山南地区一天有4级，十里不同天。刚刚翻越了一座海拔5000多米的山梁，就看见了飘舞的雪花，抬眼望去，已是一座一座的雪山了。越往前走，积雪也越来越厚了，山路也越来越难走。在这时，我们的巡逻车又抛锚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文艺勤勤队呢，今天早晨9点出发，一路颠簸9个小时了。我们翻越了4座海拔超过5000米以上的雪山，大家看，我们的海拔高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积雪很深，然后呢，行驶起来呢非常困难。那我们前方呢，还有一座海拔超过5000米以上的雪山等待着我们。翻过它之后呢，在雪山的深处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玉麦乡了。玉麦的酱油和猪肝洋葱，我们马上要来了。玉麦乡，我们来了。玉麦乡至拉萨直线距离只有200公里，可是我们却要翻越4座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行驶700多公里，需要16-17个小时。翻越了最后一座雪山，远远望去，已经依稀可以看到群山环抱的玉麦乡了，大家的心情也越发激动了起来。据陪同人员说，卓嘎和央松姐妹今天都在家，于是清奇队的成员们决定抵达玉麦后就先去拜访卓嘎央宗姐妹。这就是央宗家了。罗塞德西德雷，罗塞德西德雷。罗塞德西德雷。哦，德西德雷，德西德雷。
观众朋友们，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央宗的家里面。卓嘎和央宗两姐妹，她们木编手编的先进事迹，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那现在呢，我来介绍一下啊，那么这位呢，就是卓嘎姐姐，扎西德勒。这位呢是妹妹央宗。我想问一下书记哈，那接着下来会是什么样的仪式呢？就是我们的卓嘎相当跟央宗两姐妹讲话。哦，好的，欢迎欢迎。来，姐姐卓嘎。啥扎西德勒？央宗。扎西德勒。啊，能够感觉到啊，央宗姐妹俩特别的淳朴啊，特别的朴实。面对我们的镜头呢，还甚至还有点害羞。大家看上面的字呢，是“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这是。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父亲从小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国家这么重视我们家乡的建设，让玉麦这里有了驻扎的部队和更多的村民，所以觉得父亲的坚持和愿望是很远大的。其实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欢乐啊，欢快的聚在一起呢，就更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第一任的老乡长桑杰曲巴了哈。对对。那我还想问一下哈，父亲桑杰曲巴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从小就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这个地方虽然以前有几户人家，但是慢慢的他们都搬走了。虽然盖了新房子让我们搬过去，但父亲始终都不愿意住在那里。他说，我自己的家乡我不建设，谁来建设？父亲也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因为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我看那个我们的巴桑老师啊，一见了姐妹俩很亲很亲的，我看央宗就跟你搂在一起了啊，你们很熟了。对啊，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通那个微信啊，什么时候到，他们俩还在这做那个酥油茶等我们接我们。今天见了以后真的很亲切，很高兴。嗯，那就唱歌吧。好，好吧，来，掌声欢迎。一别这西康山，南锣沙子相送。这西康山的郎，娘送个知青松。一人在山，去山，结巴上最落山，顶起出。说起嘛，连接全来押韵，这一刻算难了，年年努力难做，看出一片白，不知点点没了，敌人在上去。在卓嘎央宗姐妹家的联欢结束后，文艺轻骑队又驱车来到了驻地官兵的营区。他们放下行李就来到了炊事班帮厨，吃过午饭，他们就开始和战友们一起搭建简易的舞台，做着各种演出前的准备，因为慰问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欢庆的锣鼓敲起来，幸福的歌儿唱起来。首先祝愿在座的各位平安健康，万事如意，扎西德勒。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身穿藏族服装的是我们玉麦乡的藏族兄弟姐妹们，欢迎你们。那么这边呢，身穿红色工装的呢，是在玉麦参加基础建设，他们是幸福家园的建设者，中交公司的朋友们。坐在前面的是我们驻玉麦部队的官兵们，大家下午好。朋友们，西藏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是所有人都向往的地方。下面就有请优秀的青年歌手次仁桑珠为我们带来《神奇的西藏》。喝酒，一碗碗酥油茶，洋溢着满满的春色。不一样的习俗，同样的喜悦，不一样的语言，同唱一首歌。生死到了，送给妈妈。
世界，我在心脏，我在心脏，我心里你样的语言，哼着一首歌，我在心脏，我在心脏，我心里你站在雪上，你不全世界，祝福穿越雪山，连同全世界。藏族是一个勤劳善良、热情好客的民族，能歌善舞好像是流淌在他们的血脉里与生俱来的。他们用舞蹈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爱情的渴望和对丰收的喜悦的心情、对生活的赞美。锅庄舞藏语呢是锅谢，那么在西藏地区呢，不同的地方它锅庄舞的风格和舞步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藏北和藏南、拉萨和林芝都不一样。那么下面呢，我们三位舞蹈演员要跳的就是山南的锅庄，山南的锅谢。那么其中的一位男演员呢，他就是土生土长的咱们山南的藏族小伙子，来，掌声欢迎我们三位舞蹈演员上场。我说过呢，他就是咱们地地道道的山南的藏族小伙子，有什么话要说？驻守在玉麦的各位兄弟姐妹，然后还有我们的战友，祝你们学习顺利。这位也是我们的藏族姑娘，大家好，一心梅朵。长途跋涉来到玉麦乡，见到那个战友们跟乡亲们都非常高兴，然后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来到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谢谢。我们驻玉麦的边防官兵，他们在训练之余呢，他们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呢也非常的丰富。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一位战友在这里为大家献上一首歌《春风十里》，让我们掌声欢迎他。来，这位战友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张福，我来自云南玉溪，今年入伍6年，来到玉麦，也非常开心在这里生活。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叫做《春风十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雪域上的高原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玉麦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
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融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不再伤歌。我在雪域高原之上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重逢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谢谢大家。党和政府对我们的玉麦这里呢，有许多的惠民稳边的政策向这里倾斜。那么还有我们的中交公司的朋友们，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来到这里为我们的玉麦的基础建设出工出力，还有我们在玉麦驻防的官兵们，他们与这里的藏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军民友谊。那么接着下来呢，我想就要用一个游戏来体现我们这种热情，这个游戏呢叫同心协力。请我们两位战友，两位中交公司的朋友，还有我们两位藏族同胞上台来，我们分成两组来进行比拼。这个游戏呢，其实就是三人四组跑，你们把脚都对成一起，用绳子绑上。好，现在呢，请两队移步到鼓的那边。我发现我们这一队改变战术了啊，我们的王家豆在中间了。索朗顿珠，告诉我你们为什么改变了战术了？我们能当个互换使者。谢谢啊，好美妙的回答。现在呢，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来呢介绍一下规则。我说开始之后呢，他们就从这边绕到那边，绕过来拿一个苹果，然后往回回来放在这儿，再从这绕过去啊，每次只能拿一个苹果，哪组最早结束哪组就获得胜利。准备好了吗？开始。啊，顽强的争斗，我们这一队获得胜利，高高举起手。那你就来总结一下战术吧，你说刚才你们凭什么获胜的？我们是按照那个一二的那个顺序，喊一麦喊二这么按照这个顺序达到一个协调的动作。啊，是这样吗？是啊。那你给我们演示一下。好，准备开始。一二一。看来呢，获胜的过程呢不能重复啊。索朗顿珠，来讲讲此事的心情。特别高兴，我们能成功地完成了护花使者的任务。啊，哦，不管获胜，不管是快还是慢，只要保证这个花安全就行了。
对，今年是特别开心，还有军人的文工团啊，来给我们献上，动听的歌声，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好的一个礼物，特别感谢你们。好的，索朗顿珠，加油！好，那现在我想问王家豆了，你刚才呢是费尽了心机，绞尽了脑汁啊，告诉他们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做那样做，结果还没获胜，讲讲此时此刻的心情。李老师，其实我们一开始商量的，我们的那个对策还是很好的，很科学的，是吧？对。我们节奏感还是很好的，一二一。其实输全在我觉得输在腿短。你腿短吗？就是对我们这大长腿，我在中间就短板效应嘛，我把我们整个团队的速度可能拉下。哦，第一次见到这么爽快的女孩哈，承认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腿短，挺不容易的。那么这位我们中交公司的建设者，能够作为我们中交公司的一员，能够为玉麦做出贡献，我为我们中交公司感到荣幸，这是其一。其二，玉麦生产格桑花，我们像爱护格桑花一样，爱护玉麦的未来。你是哪里人？云南昆明。结婚了吗？结了。有孩子了吗？有。孩子在哪里？在云南。也在云南，多大了？8岁。8岁了，是吧？你多长时间没看到他了？一年了。那此时此刻你也对着电视机前你的妻子和你8岁的孩子说句话吧。亲爱的，我知道一年来你在家里面我不在身边，有一天晚上12点过的时候你跟我打电话说是孩子发高烧，一个人在医院里面打着孩子打的第二针，那一分钟我很心疼，但是玉麦我们为他的一草一木，我们尽一点微薄之力，相信格桑花是玉麦，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我们为玉麦的明天作为建设者，我感到骄傲自豪，为我们中央人感到骄傲自豪，玉麦的明天一定会更好。谢谢你，谢谢来自全国各地参加玉麦建设的这些朋友们。玉麦的建设有你，玉麦的建设有我，玉麦的建设靠大家，让我们共同用我们的双手把我们的玉麦建设得更加美好。正是因为边关有我，边关有你们，我们的玉麦才会越来越美好越美丽。谢谢，谢谢你们辛苦了。走进风雪的身影，多少次模糊我的眼睛，你丈量边关的足迹，穿起来就是一颗忠诚的心。我头顶的剑影，冷峻钢枪下也有柔情，我日夜守望的爱情，是战士和戒备风雨中相依。你和雪山并肩站立，你的笑雪恋美丽，万家灯火伴我同行，我的目光比蓝天还深情，你为青春生活
有国必有边，有边必有防，有防必有兵。我们驻玉麦边防官兵呢，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在训练上呢，争先恐后，苦练精兵。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有请几位代表上台来，掌声欢迎他们。好的，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呢，每人简单的表述自己最难忘的一件事。我叫马彪，来自辽宁葫芦岛，入伍十年，我最难忘的一件事，当组织收下我的第一封巡逻请战书时，我深刻地认识到，这不仅是对我的信任，更是对我的嘱托。我叫张东红，来自甘肃武山，入伍七年来，让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在一次巡逻途中，历经48个小时，将一名转山的藏族同胞从死神的手里拉了过来。我叫袁先俊，来自云南昭通，当兵七年，入伍以来让我最难忘的一次事，是在一次武装巡逻中，经过6天5夜战友之间的团结付出，让我感到雪水比蜜甜，野果比发香。我叫吴百峰，来自辽宁朝阳，入伍6年，让我最难忘的是每次走在祖国的边防线上，当国旗展示的那一刻，我自豪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Thank you.
我们看到我们无数的边防官兵，他们扎根雪域高原，扎根边防，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神圣的职责和使命，用青春和热血甚至是生命保卫着我们祖国边陲的繁荣与稳定。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用掌声向我们的边防官兵们献上我们最崇高的敬意，谢谢他们。雪山告诉我，草原告诉我，你曾经来过，你走的地方开满鲜花，你和阳光在一起。接着下来呢，有请著名的歌唱家巴桑老师为我们带来《你和阳光在一起》，掌声欢迎。亲爱的各位战友，各位父老乡亲，大家下午好。来到玉麦为大家演唱，我真的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自豪。我衷心的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就是的嘞。吉祥的仙鹤，吉祥的仙鹤。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这里是我们美丽的西藏，这里是我们可爱的家园玉麦。我们衷心的祝愿我们的玉麦，衷心的祝愿我们的西藏明天更美好。扎西德勒，让烦恼快走开，让快乐飞起来，把欢乐连成海，请为我喝彩。来吧跟我一起来，一起来走，精彩金银大舞台，你也来我也来，有我更精彩，一起来手中钢铁的澎湃。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和平安宁。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驻守在玉麦的官兵和驻地百姓幸福安康，祝愿玉麦的明天更加美好。今天我们的军营大舞台前进吧轻骑兵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再见。